海天一色，风帆猎猎，一艘帆船搭载着数十箱防疫物资，乘风破浪，疾驰在碧海蓝天之间。第五波疫情下，全港700多间安老院舍成为疫情重灾区，急需抗疫物资支援。日前，全港社区抗疫连线首次以帆船作为运输工具，为香港离岛区长洲岛的4所安老院舍送上抗疫物资。其实全香港的安老院舍是超过700间，其实在疫情的前期，很多院舍里面的长者最需要的物资就是譬如眼罩、一些保护衣、检测剂、最重要就是一个叫血氧仪。其实这些物资在前期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连线拿到得到中央的物资的支援，还有一些内地香港企业的物资的支援，我们整合了很大量的物资，就分批就送去这些安老院舍。今次我们是首次用这个帆船去运送物资给离岛的安老院的。之前我们已经送了整个香港九龙和新界区的了，唯一离岛区我们还因为是交通的问题，现在我们找了这个慢工足这个帆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。由于长洲位于香港18区中的离岛区，无法通过陆路交通抵达，因此此次物资支援活动也得到了香港帆船创业协会的支持，无偿提供一艘可搭载32人的帆船用于运送物资。船长李志雄早在前一天就将帆船装饰一新，他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呼吁更多的市民为抗疫出一份力，亦都是呼吁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们真的只有力的，一钱就没了，船就一只。今天我们做什么要预先要做好这么大条兵在这里，等大家知道我们做什么，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形式，亦都是呼唤到其他的船主希望投入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。作为钢琴家的香港青年陈俊谦也加入到运送物资的队伍中，他直言参与义工工作让自己感触很深，大家的齐心协力也坚定了他抗疫的信心。今次好大的领悟，见到咁多嘅物资，好多义工去包装，好多嘅团队个个都系用十只手指发挥出最大嘅能量，咁样抗疫，我觉得应该会成功。经过约2小时的航程，物资陆续运抵长洲岛。据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长洲岛共有4间安老院舍，受疫情波及，防疫物资短缺。点解咧？老人院现时嚟讲咧，就最近我哋都好多都送咗去竹篙亚湾嘅。但系嗰啲物资咧，虽然有好多人捐出啊、整出啊都有，但系都唔系足够。希望咧就多啲咁嘅情况，多啲社区热心人士就捐献啊，咁样做法咯。在义工团队的努力下，当天下午数十箱防疫抗疫物资陆续被分装送达当地安老院舍。院舍代表在收到物资后对捐赠者表达了感谢。因为现在这样疫情呢，我们初的时候呢，我们最缺乏保护衣啦，还有那个酒精搓手液啦，我们是叫货都叫不到的。现在收到你们的物资，我们非常感谢你们。你们说在九龙那边送过来，我们非常感谢，因为太远了，送这么多物资过来，又搭船又搭车送来到我们离岛，我们真的多谢了。我们觉得你们给我们送来的真是雪中送炭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感谢政府，感谢中央对我们的支持。